叫你们来呢，就是因为韩雨辰打架这个事儿。我儿子是见义勇为。儿子一个人打的你？四个人打这么轻啊？畜生啊你啊！这案子反正不能再拖了，你配合一下吕玲玲工作。领导，我给您开车门。领导给我派新工作了。是建军。那你儿子事儿就不管呗？ 叫你们管清楚了！来，大家安静一下。你男人杀了我儿子，杀人偿命。韩检察官，我爸不会再纠缠你了。 我就制止了个霸凌。那是你们把我们孩子给打。这是你儿子打的我儿子。天底下哪条法律说杀人不偿命？加强孩子。我爸有罪吗？对他的判决公平吗？法律没错。那谁有错？真正的公平公正就是杀人偿命。法律不是他们说的那样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会怎么做？